刘宪华是社交小天才吗？哎，是。我比较喜欢简单沟通的。我这队就需要一位编舞师。哦，只需要一位。对，就是你。我把你的脸弄得白白的。哎，这干干净净的，我把你做成一个蛋。白蛋。哦，你加入我这一队，变成白蛋。OK，OK，OK，Yeah。哎，文章，文章，给我，哎，我给你的这个。I never talk to 文章。すごい、すごいですか。Same color。Oh, you blue. White, white. We one team. One team? Yeah. I think team. Yeah. No, 春宁。You, team, magic, boom, wow, oh, really? Yeah, oh, two, 并不是 No, I can't. No, okay. 韩庚 is so smart. 我觉得，我们互相欣赏，其实不在一起，我觉得才更加的是真爱。你有没有？男人的约定你懂的，那我不是男人吗？先约了一下，我不要再跟韩庚哥抢人了，我太难过了，感觉赢不了他，永远你哥还是你哥。放心，我一直在旁边啊。